国务院要废除罪化排审，蓝绿假斗，民进党立委甚至前晚就轮班守夜，大门一开，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与民进党立委王美惠、陈亭妃叠成一团，甚至陈玉珍全新的外套也在推挤中被扯破。上战场在所难免的哈，对，脚有点受伤。对，双方僵持了两个多小时，会议开始前再度爆发跌破冲突，不止互骂扯麦克风，国民党女战神陈玉珍还在推挤中摔到了桌子底下，差点受伤。抢攻主席台过程当中，陈玉珍三度与王美惠爆发拉扯，甚至在会场一路扭打。阿扁的国务机要会有问题的有一亿多，大家问问柯建铭还有民进党的高层，谁拿了这一亿多？特别已经除罪化，国务机要更应该除罪化，特别是从国务机要衍生出去嘛。怎么儿子没有罪，母亲会有罪呢？就在冲突声中，民进党强度关山，会计法14分钟完成初审，但上午才与陈明忠打成一团的民进党立委蔡益瑜，下午就因为上过媒体 Android 节目，被要求居隔10天。虽然蔡益瑜快筛阴性，但现场却被捕捉到他脱口罩、隔能量饮。国会疫情笼罩，也让人更加质疑，为了阿扁一人修法，真比全国疫情还紧急。记者会王志文、纪文忠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